精彩绝伦的视觉飨宴，不容错过的华丽表演，12月8号台北大学美声校区娱乐馆，购票请下大门售票系统。错过再等一年。
得出来是个 circus 来着呢啊，马戏团来的，对对对对啊，真情艺术啊，什么都有。哪一位代表？该不会是你吧？你确定？你已经自备麦克风了，好像就是你哦。对，不是哦啊，好，所以是哪一位代表？啊，还来一个，来来来来，是也是一样啊，自我介绍或者是来介绍你们的学校吧，请。开了啊！喂喂，跟那脑袋一样。大家好，我们是。到底要大同热舞还是大同大学热舞社啊？搞清楚吗？好了，来也是一样，我们排舞者稍微跟大家讲解一下，这样很明显就是一个马戏团的感觉嘛，对不对？对，就是一群小丑。一群小丑哦，好啊，然后。对，我们就是主要讲的是有富含教育意义，就是。啊就是这么敢讲，你教的是什么玉啊你？不要不要，大家不要去观赏那些虐待动物的马戏团。哦，所以在这里啊，欺负霸凌人类的就可以，是不是？啊，可以可以可以。哦，可以哦，好，所以最主要就是欺负动物的这样的，甚至强迫性的观赏就不要了。对对对 对, 对、哦。好，这是这确定是你们想要表达的主题吗？是是是是。就是这样，好了，你们算你们向心力强了啊，对，口径一致，这样就可以了啊。好，所以这位同学，你始终保持着大同的传统，我很喜欢的啊。对，好，所以稍微的自我介绍就好了哈。我来自大同大学热舞社。废话，不然在这里干嘛？好，所以。有没有想要什么跟大家分享的地方？单身是不是？你确定你要这个状态下跟大家讲你单身吗？你确定？我相信你应该有更好的时机了啊！对，好，所以最后好了，你的求偶条件是？会跳舞的。哦，会跳舞的，男女都可以是不是？那我介绍一个会跳舞又会摄影的，好不好？对。白了哦，算了算了，好，别这样，好，谢谢，谢谢我们大同热舞，谢谢，好，感谢我们大同，哇，人真的好多呢，很棒很棒，好，是了，因为毕竟是北区舞展啊，如果想要看跟刚刚宣传影片那样的演出的话，也欢迎各位可以去我们大同的算是他们的城发啦，对，我每一年总是会有让大家。耳目一新的一些桥段在里面了啊，也希望我们大同能够继续的保持这样的初衷。对，毕竟在我们街舞圈里面会这样认真恶搞的学校已经不多了。好，谢谢他们。